咁你喺呢度即係做農夫就三個月左右，三個月左右。咁其實即係咁長時間係翻一份固定嘅文職，咁到你過嚟邊做農夫嗰、那個即係生活節奏啊，各樣嘢，你覺得有啲咩好大嘅唔同？我覺得生活節奏就是早啲起身啦，咁即係日出而作，日完食啦，即基本上咁。你要幾早啊？我要依家冬天啊，唔係我係算懶啲嘅，我係七點幾要出門口啦，即係食埋早餐，八點幾要落田嘅。呢、這個都係一個已經係晏，已經係慢咗啲嘅啦，即係應該係再做一個鐘頭到就差唔多咁樣。咁啊，跟住去到十一二點食飯啦，都應該 suppose 一兩點就要落田嘅，即係可能做到天黑咁樣。即係基本上每一日一至七都係要咁樣去先至應付到田裏邊工作咯。嗯，係啊。你覺得即係成個工作過程入邊，你嘅身體有冇發生啲咩變化？即係譬如，食嘢嘅方式啊，譬如身體會唔會好攰啊？我覺得食嘢方式係好有啲好得意嘅變化，因為當初我嚟嘅時候其實好怪嘅，我係種埋一啲我自己都唔係好食嘅嘢，即係譬如豆角啊、四季豆啊呢啲，其實我屋企我以往我媽咪煮嘅我都會唔食噶。咁但係即係嚟到落田冇乜辦法，因為我要點樣去知道嗰啲嘢得唔得啊？其實我係要自己食噶嘛，即慢慢我不斷要去試一啲我以往細個好少食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同埋對於嗰啲我種有機之後覺得好特別嘅係，你即係嗰種有趣咧，唔係淨係你種咗啲嘢先可以食咁簡單，而係你要食到一啲以前你食唔到嘅味道咯。即係你如果唔係種有機，可能你食嗰啲四季豆同喺街市買嗰啲常規係一樣嘅，咁可能我一樣都會唔係好繼續都係唔中意食嗰啲嘢。但係我依家慢慢覺得如果係即係用如果食翻依家呢一種嘅味道，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即我慢慢有啲對於揀食物方面係有啲轉變嘅，同埋食得呢啲咁即係啲咁豐富嘅味道多之後，我會開始食少啲肉。我覺得嗰啲肉類係一啲好奇怪嘅嘢嚟嘅，即我又唔知佢點樣養嗰只牛啊、羊啊、豬出嚟，跟住佢過程係點，但係我擺咗落口嗰啲味道咧，有咗呢啲比較之後，我覺得嗰啲味道係一啲開始有啲唔可信咯。即係好似好奇怪，我食咗啲我自己都唔明白、唔了解嘅嘢落肚咁樣，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咯。所以因為係你種嗰樣嘢，你見到佢成個生長嘅過程，然之後到你食佢，其實你知道佢係乜嘢嚟。係啊。據我知道就係其實而家種緊喺呢度種緊田嘅農地，其實好多都未必係用有機耕種，但係你哋係會用有機耕種去做嘅。那個分別。同埋，即係你哋面對嗰個困難，同其他嘅農田會有咩唔同咧？第一喺工作嘅，即係喺成個工作嘅過程咧，即係唔係喺耕作過程裏邊種有機要花嘅時間同心機其實係相對嚟高嘅。第一就係、是我要喺肥料度做一啲功夫，令到泥土變得更加健康啦。即係咁呢啲功夫係。是一定要化的，因為由常規種開常規的農田落開化肥轉為種有機要先養先，我哋會講護土咯，就係、是、要令到泥土變得健康，種嘅嘢先會好食咁樣。即係呢一個過程其實是兩種很不同的工作方式嚟嘅。可能種常規農夫凍蝕就落藥，凍蝕就化肥咁，但跟住佢產量會很高咁樣即相對嚟高嘅，但我就唔係，可能我嘅產量都相對嚟少，跟住但我要同佢一樣咁去用同一種價格去競爭，咁所以其實係唔簡單嘅，即如果用有機同常規相比咁樣，但係對於喺社會功能上，我又覺得相反咯，種有機係好好多嘅，因為第一大家食嘅嘢相對健康啦，第二就係佢能即嗰種嗰個。那個目標是相對地負責，我會講，雖然種常規不是一件錯的事，但是那個對於土地 的使用，我覺得種有機是負責一些的。其他就是一些經濟上的相即不同，因為如果我用那麼多時間心機去，但是那個價格原來要跟常規的質素，即那種質素就是那顆東西是會不爛的，為一個目標去競爭，其實我覺得是冇乜可能嘅，即
即係就因為如果我要同一啲打完藥嘅人，你見到棵嘢，如果用嗰棵嘢嘅視覺標準去評去決定我係種得好咧，即係我肯定係輸，因為我冇打完藥噶。咁所以喺嗰種競爭裏面，我覺得有機種植需要一種唔同嘅市場咯。咁啊，但係呢一個方面喺香港仲係一個好初步嘅階段咯。咁亦都係呢個亦都係以我所知好多有機農夫覺得好困難原因。第三就係土地嘅問題咯，即係無論係常規農有機農夫，其實都係面對緊我哋嘅農地咧，其實係好唔穩定嘅。即係因為即係近年新界發展啲速度好高啦，收地好頻繁啦，同埋政府對於農地嘅土地使用咧係非常之唔重視嘅。咁所以造成，但係對於農業嚟講相反。對於譬如無論種常規有機都好，嗰塊農地嘅穩定係好重要，因為一個農夫你要 manage 好塊地，已經花幾年嘅時間，跟住原來我幾年之後冇辦法續租嘅，咁所有嘢又要由零開始，連投資都係由零開始嘅話，根本就你好難要一般嘅農夫繼續做落去咯。你呢個亦都係好即係對於成個農業好嚴峻嘅一個原因，係。因為你一開始做農夫的時候，其實即係嗰個緣起是因為你參加社運，而且你以前參加社運的時候，即係近年關注的議題很多，其實都是即係同農田啊，同即係城市發展有關係。唔知道即係做完即係有呢一個農耕田的經驗之後，即係會唔會反過頭嚟對你睇社運會，即係或者以前參與過的一啲事件有不同的睇法咧？我覺得我又唔，我對以往的立場又冇乜改變，但我覺得我學到啲新嘅嘢，即係由反好鐵到而家，我覺得呢一種由新界出發的角度咧，係令我學到啲新嘅新嘅嘢，例如原來在香港呢個地方有一件事叫有一班人叫散村同埋叫農民嘅喎，即係佢彷彿同我哋以往嘅城市運動個關係好唔密切咁樣，但係其實佢係一樣嘅，即係佢哋都係面臨緊嗰種發展主義，佢要成為一個被犧牲嘅對象咁。而因為我喺新市鎮長大嘅咧，其實當我翻閱以往香港發展新市鎮嗰啲歷史，我其實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好難受嘅，即係嗰個難受意思係原來新市鎮嘅發展咧，往往都係攞散村嚟開刀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會拆一啲散村，拆一散村即係好似如果紫田村、菜園村或者係馬屎埔咁，即係又成為咗我哋犧牲品。咁究竟我哋係要一啲人為我哋付咗一啲代價嘅，先有一種叫做新市鎮嘅城市生活嘅啫。咁究竟去到 this moment， 我哋嘅城市發展或者新市鎮嘅發展裏邊，我哋應該係有啲轉向，或者喺我哋嘅價值觀裏面已經唔係拆同唔拆嘅咁簡單嘅一個問題設定，而係我哋嘅城市係需要散村。我覺得我哋要承認呢一點，甚至係我哋唔應該再犧牲嗰啲喺散村嘅人。呢個係我諗喺呢一年經歷過呢幾次之後，喺我腦裏面成日都樹立嘅一個指標，即係因為就算我哋有城市發展嘅需要，這個亦都唔係犧牲任何人嘅理由咯。我覺得呢個原則係我喺散村唔同嘅村民裏面學到嘅嘢咯。如果我哋喺發展新市鎮嘅過程已經犧牲過好多散村，有好多散村嘅人都因為我哋要發展，我哋城市發展嘅需要，要失去咗屋企啦。咁當我哋打開地圖望到新界已經有咁多新市鎮嘅時候，我哋仲要犧牲到幾多條散村先夠咧？先叫做夠咧？係嘛？即係甚至我哋係咪應該問自己，如果我哋再問嗰啲散村嘅人攞佢哋屋企嚟發展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咪一種貪婪嚟嘅咧？即係我覺得已經係去到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咁直接嘅問題咯。即係呢個亦都係而我覺得當我哋當香港係屋企嘅時候，就唔可以迴避呢個問題，因為就算以往嗰啲發展係殖民地推市嘅都好咧，但係有人付咗代價呢個係事實啦。亦都係，如果我哋當嗰啲係屋企人嘅話，我哋就應該去思考係咪要繼續咁樣去剝削佢哋落去咯。呢個係我覺得好重要一個價值嘅問題咯，即係我。
我對於嗰啲發唔發展，去邊度發展，其實睇得好輕。佢個關鍵就係我係咪應該繼續犧牲嗰啲我哋已經為我哋犧牲咗好多次嘅人咧？咁樣即係其實我哋有時會想像，我哋喺一個城市入邊，我哋可以選擇做乜嘢？其實係咪有好多可能性啦？咁即係我諗，相對上對你嚟講，可能即係除咗翻朝九晚唔知幾多嘅工之外，你仲有啲可能性。即係我近年其實聽好多朋友有講一個諗法，就係你頭先好即時就會話，我如果做唔到呢啲嘢，我會用一個更加直接嘅方法，就係從政。但係即係朋友之間，其實我哋好灰嘅時候，有時會講過就話，不如我哋離開呢個城市啦。即係你頭先講過一樣嘢，就話你覺得呢個城市如果係我哋嘅家嘅話，一定要用一個咁樣嘅 term 去講嘅話，咁我哋應該尊重呢度唔同嘅人。但係會唔會去到一個位置，即係我哋甚至唔信呢個地方係我哋嘅地方？我哋覺得如果要揾一個選擇嘅話，唔係呢個城市啦，可能係其他城市。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呢個思路，當然喺我成長嘅階段都聽好多啦，即係大家都喺移民潮之下長大。但我又會相反問咯，咁我如果我企我依家生活緊嗰個地方都唔揀，我仲點可能揀其他地方咧？係嘛？因為我已經係喺度長大噶咯喎。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咁，即係我基本上係我唔會覺得其他嗰啲地方係我可以揀做屋企咯，因為我成個生活都喺曬呢度噶嘛，即係我生活裏面累積嘅嗰啲經驗、嗰啲感受都喺曬呢度咯。咁我從點樣揀去其他地方？我覺得呢、這個。可能我會有一啲可能唔同嘅人會有唔同嘅原因，可以將已經累積咗咁多嘅經驗同埋感受都可以轉移，但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可能。對於我嚟講，唔可能係咁樣。